好，我们现在来前进，走到整个艾曼纽的那个商店街。那商店街呢是风雨无阻的地方。好，来，那看我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好，三，二，哇，漂亮哦。小朋友，小朋友来这里。嗯，因为就那个意大利的户外教学，就会来这里啊。你看这个的地板，大理石砖。他的意思说，我慢慢我们走到那个看达文西的晚餐那个也可以，可是据我所知去那边要预约，你没有预约是看不到的。他原本跟我讲说走不到，现在又说可以走到。那今天退餐他要退10欧哎。正前方就是整个大教堂了哈，就可以看到了。这边呢就是户外，这个是艾曼纽十字廊，所以在这边十字廊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这边是艾曼纽二世回士廊的磁场中的磁场，我们看到，那这边走出去就是米兰大教堂了。那在这边拍，来，这边。